特别感觉挺远的哦。对啊，我昨天来的时候看到有个牌子写的是暗夜社区。暗夜社区，对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个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刚刚把西冲给它成功的创建成了一个叫做国际暗夜社区，中国的第一个，亚洲的第二个。它暗夜社区呢，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在这个社区里面的所有的这些灯啊，它都有一个标准，上面要有罩，上面有罩，只能往下照，不能往上照，不能往上走。对，另外最重要的，它的色温都是在3000K 以内，就是比较黄的。哦，它不是那种泛白的，暖光的，对。然后照度的话呢，室外的它的这个亮度是不能超过1000流明，就有这样一个规定。